Hello， 我向哥，今天来改这台车。这台车要160万，立即购买220万。哇，把工作辞了，房子卖了，小孩丢下不管，去拥抱自由吧。哇，拥抱黑暗吧。谁打给我？来来来来来来，上车。哟，感觉这台车下雨天应该就是全湿的吧？这个，我们直接看一下刹车改到多少，引擎全满了，差一点点。排气管有什么？选择还蛮多的嘛，这好难选哦，这是在哪里？后面啊。隐藏式出排气管，哇，这个管子好多哦。也是消音的，消音的比较好。看一下挡泥板，挡泥板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引擎盖有什么？我说它引擎在后面啊。看一下，这车灯有什么？绿色，我们改绿色，薄荷绿。涂装，它的涂装只有在前面呢，所以我们选个比较亮的颜色，这个颜色好不好看？车镜可以换颜色，主色调在哪里？看看。OK， 它主色调是它的前面的盖子，换个颜色，亮点。超难选，这个好。副色调是哪里？看看。然后它铁架，赛车黄，这黄色好了，双黄颜色，看不出来是哪里。现在嘛，颜色真的不好选。这个是哪里？装潢颜色没有。车顶。哦，还有张备胎，这应该可以比较耐摔一点。固定式灯架，这好像是好看用的吧？变速箱加满。哦，还有车厢哦。哦，对啦，我觉得其实不要涂装，涂装不好看。加满嘞，50000块。烧胎用黄色吧。这台车没什么好改的，去试试看性能怎么样。哇，天亮了，帅啊！天亮就比较适合试车。我这台车很好哎，速度很快。哇，哇哦，哇哦，第一人称感觉不赖呢。哦，撞到！
这台车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去买，转弯很快，然后加速也很快。我们去沙滩上面玩一下。下去哦！哇哦！哇，这引擎泡水还可以吗？这引擎泡水居然还可以开啊！它的水就直接这样灌穿过来呢。小孤轮了，哎，他还是坏了啦，不行啊，太扯了啦，车子坏掉了。好啦，各位喜欢这台车，赶快去买，这台车蛮好玩的，但它不防水啊，各位。那先这样啦，各位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帮我多多分享一下，先这样啦，拜拜。